如果我不是做呢行，我諗我廿歲鬆啲就已經結婚生子，一定我係可以帶佢坐天星小輪，只要個仔中意得，完全冇地位。太太對有幾重要？屋企嘅安全感。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會見成個 family， 咁佢又一樣咧，梗係貪我靚嘅啦，你唔覺得我一路都係偶像派咩 ？Home Sweet Home， 鄭丹瑞、李克勤，四人行，星期六晚10:00，100台 Now 香港台。